有让给外国人投资的基金，尤其橘子股价则是在一开盘就冲上32.5，暂时摆脱带动主题多一涨情形，令得盘商上了新闻，已经引起台湾游戏产业关注。尽管刘伯渊本人没有亲自出面说明，但他私下表示不听到任何外力介入经营权，更不会跟盘商纳克森合并，确定新闻之后联系。